你好棒哦！叫我做什么做什么，哎，在外面，当然就是听我的。夫妻俩互开玩笑，将军退休的杨冠兴一点都不严肃。两人担任这个梯次医疗志工的副领队，看见资深志工来回诊，特地全程陪伴。我们是战友啊。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很温暖的法亲关怀？这个也是核心主演，台中期的。所以那时候在一起。希望工程大屋，这种感情是非常不一样的感情。以前他都是我们一起打拼，夫妻俩都非常温暖。退休后，时间都给了慈济。投入的时候，会越做越欢喜。真的就是我们的兴趣就是只有做慈济。不是那个我能奉献什么慈济给慈济，而是我到慈济来以后所得到的。上人给我的，不管是会命，各方面的那个指导，让我把以前的习气都慢慢去除。这些年，他们很用心，要把经验传承下去。他们承担副领队是在陪伴新秀，看到陪伴是最重要的。在团体里面，跟这么多法亲结这么好的缘，能够发挥我的良能，再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。将军带着将军夫人入慈济，不只是付出，获得最多的还是自己。大爱新闻，将军郭继宗，台中报道。